庞英生于1682年，于乾隆时期担任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，为了制作出让皇帝玩赏的新奇器物，设计了巧夺天工、极费工料、制作难度极高的转心瓶，深受康熙和乾隆皇帝的喜爱，因此转心瓶成为清朝瓷器著名的代表作。庞英所制的官窑又称庞窑，讲求陶法与技艺的巅峰，从采石、炼土、配釉、修磨、拉胚、吹釉、成胚、烧窑、扬彩等20多道工序缺一不可，所以要让转心瓶烧成后釉色鲜艳、龙纹清晰，又能完美接缝、透光镂空，真是难上加难。因此成品率极低，存世量极少。庞英编绘《陶冶图说》，将瓷器的烧成按制瓷顺序概括为20幅图画，成为制瓷工艺最重要的历史文献。景德当地流传着"庞窑一瓶半天下，陶冶传人贵景德，典藏永世，盛世瑰宝"。